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想拥有一座可拎包入住的度假小岛，那么今天分享的这座 Daisy Island 一定不容错过。Daisy Island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乔治亚湾的三苏西社区，靠近该地区的社交中心 Frying Pan Island。从多伦多向北沿400号高速公路开车约两个半小时，再从 Parry Sound 的码头乘船即可到达该岛。这座内陆湖岛占地 2.85 英亩，所在区域拥有壮观的开放水域。这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风景迷人，既能满足你的饮食需求，也提供了现代文明的便利。现任业主于2018年对岛屿基础设施及住宅建筑内外部空间进行了全面翻新。其中对岛屿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包括水电、化粪池装置、管道、甲板、码头和配套的浮船坞系统。岛上的住宅一共有5间卧室，可容纳10人，非常适合家庭休闲度假。原有的主别墅占地800平方英尺，已经全面翻新。住宅内部设有一个配有顶级内置电器的设计师厨房，客厅内有一座经典的落地式燃木石壁炉取暖，而主卧套间里则配有一个浴室套间和一个洗衣间。房间内的三面窗户不仅提供了全天充足的光线，也可以让业主欣赏到美丽的水景和岛屿内部景观。屋外的露台也是一个欣赏风景、休闲放松的好去处。在此基础上，岛上还新建了两座540平方英尺的客用小屋，其中一座是单卧室，另一座则是双卧室。两间小屋屋内都有一间客厅和一个浴室套间。两座新客屋都配备了可滑动的落地玻璃门窗，将室内与室外做了巧妙的融合，在室内也可以欣赏到开阔的水面或日落景观。两座客用小屋分区设置，但由木板路和花岗岩石路相连接，在确保私密的同时也增加了互通的便利。 Daisy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340万加币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